在林口仁爱社区发展协会的安排之下，五个社区总共邀请了将近有150位的银发族长辈，来到了三井奥莱影城，共同欣赏电影。公所还很贴心的准备了爆米花及饮料，让这些阿公阿嬷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，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共度欢乐时光。林口五个社区发展协会在新北市政府及林口区公所辅导下，获卫福部经费补助，推动为期3年的福利化社区旗舰计划。今在仁爱社区发展协会的安排下，近150位社区银发长辈来到三井奥莱影城，共同欣赏电影。今天呢，在仁爱社区的安排下，那邀请了我们总共5大社区其中的150位的长辈到三井奥莱的来看我们知名导演魏德胜的电影啊 ，Big 哈。林口区湖南嘉瑞中清湖北仁爱暨5个社区发展协会，从111年起获得卫生福利部社区旗舰计划的3年补助款项，用于推动发展在地福利服务工作。今天邀请社区长辈欣赏电影，也借由活动鼓励长辈多走出户外，让长辈对一些癌症的一些疫病的一些关怀哈，那提升，那最主要当然也是要，请他们可以把长辈带到户外来，让他们走一走，然后看看电影哈，然后多多活动。活动中有几位长辈是手牵手相互扶持前来参加，更彰显了老老相伴相扶持的社会力。公所还贴心的准备了爆米花及饮料，让大家在欣赏电影时能好好的享受。记者胡轩，林口采访报道。